艺术贴记第六章，一节，迄个王未困得，就吩咐人摕历史的册来读给伊听。拄到册里有记着讲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过门的撇探甲摕历，计无要下手害阿合随鲁王。我第解将这个事甲王后讲。三节，王讲。我理解行这个事，想属伊什么尊严地位阿无？事后王的心不回答讲，无想属伊什么。王讲是虾米人伫埕遐？迄时哈曼拄入王宫的埕，要求王将我理解调伫伊所预备的差价。心不讲，哈曼徛伫埕遐，王讲请伊入来，哈曼就入去。王问伊讲。王所爱尊严的人，要怎样款待伊啊？哈曼心内讲，王所爱尊严的，唔是我是虾米人呢？七节，哈曼就回答讲，王所爱尊严的人，要将王所穿的王服、甲戴王冠的马，拢交予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，命令伊将衣服，予王所爱尊严的人穿。予伊骑马行遍城内的街市，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，王所爱尊荣的人就安尼款待伊。十节，王对哈曼讲：“你紧紧将这个衣服甲马，照你所讲的款待迄个坐伫王的门的犹太人伯底盖。今仔你所讲的一项唔通减少。”十一节，对安尼，哈曼将王服予伯底盖穿。予伊骑马走遍城内的街市，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：王所爱尊荣的人就安尼款待伊。十二节，末底界伊愿倒去王的门，哈曼却油门砍着头壳，赶紧倒去因厝，将所拄到一切的事详细讲予伊的某细里斯，甲伊的正朋友听。伊个智慧人甲伊个某细里斯对伊讲：“你伫末底界一面前乞讨拜落，伊如果是犹太人，你的确袂会赢伊。到尾要伫伊个面前拜落。”十四节，因要伫甲哈曼讲话时，王个太监来催哈曼，紧紧去赴伊所贴所预备个宴席。